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继续玩刀剑神力无限瞬间的。来，这一次呢，终于就是要去一百层看看了。一百层在这边。终于又到了这个游戏的终结点。百数，ついに。ついにここまで来たんだね。アインクラッドの頂上。本当に来ちゃったんだ。今でもまだ自分がこの場所にいることが信じられません。我也没什么实感了。それでこの先に最後のボスが待ち構えているわけね。私たちなら絶対に勝てるよ。みんなでクリアしよう。この世界も悪くなかったけどよ、向こうに大切なもんを置いてきてるんだ。なん、走吧去做了个了结。是跑爆了吗？通向玉座之回廊。SL 的最终 boss 在这里面，只要打败那个家伙就可以结束这个游戏，春月就应该能回到现实世界了。得和攻略组啊协力进行攻略 boss。才行返回城镇。连迷宫器都升起来，这个是好的，就是直接去挑战 BOSS 吗？应该是没什么剧情了吧。这时候终于到了一百层，这是最后一站了。干掉最终 BOSS 之后回到现实吧，参加 BOSS 攻略。一切准备好了吗？那么在出击前再一次确认 BOSS 情报，如果没什么特别问题就拜托你参加。应该没什么情报吧？那也是什么情报？虚无化身，然后全部都安弄，没有情报。要看什么情报？攻略会議を始めましょう。这是最后一站 SL， 也终于要通关了。阿森纳说的对，这必将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战斗，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必须选择最值得信赖的人作为搭档才行。能够作为搭档并肩作战的人，那就是全部都有，只是没有那个克莱因了。那是阿森纳。最后一站阿森纳一起挑战吗？喂，为什么还会放松问你这问题的？阿森纳，这最后的决战能和我一起来吗？ありがとう。キリト君、信じてるからね。それではボスの攻略に向かいましょう。パパ、ママ。ジェイ。ユイちゃん、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パパ、ママ、私も連れて行ってください。这不管怎么说也太危险了。这之后肯定会开始最后的决斗，想必一定会比以往任何一场决斗更为激烈的壮举。所以，万一杰遇上了危险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去救你啊。それ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でも、おそらく最後の戦いが終われば。パパやママたちは現実の世界に戻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最後はパパやママと一緒にいたいんです。それに見ておきたいんです。パパやママたちがこの世界を解放する瞬間を。お願いです、パパ。明白了，那就一起去吧。但是你可不要离开大家。はい、ありがとうです、パパ。
这个虽然第九十八层打过一次了，那个一百层也打了一次吗？おい、あそこ。あれは？果然在这里吗？在九十八层被虚像操控过的这个游戏的最终 boss。一度倒してますし、大丈夫ですよね。でも、なんかすごい威圧感よ。前の時とは明らかに違う。说不定是这里所继续的错误对最终 boss 产生了影响。そんな、やっぱ甘い考えだったみたいね。それでも勝つよ、絶対に。そうね。どんな相手だとしても必ず乗り越えてみせるわ。ああ、今度こそ終わらせようぜ。パパ、ママ。必ず勝つって信じ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ゆいちゃんがそう思ってくれているなら私たちは必ず勝てるよ。はい、ストレアさんを助けてこのゲームをハッピーエンドで終わらせましょう。さあ、好的、大家争斗吧。好的、这次打过了不用怕了。可以上了。哦，步骤比较，他的步骤比较快吗？在直播。OK， 谢谢。很明显跟那个九十八层那个 boss 差很多，这个普通砍他的血没什么少。阿斯纳出招了，我们也出招。轮流出招，不要给 boss 有空间。OK， 谢谢。应该是给出奥义的机会来的。果然不是很痛的。好的，继续吧。OK， 换阿斯纳。饰品部位破坏没有再生，不是破坏。阿威进。哇，这个用 RPG 磨也是磨很多次才死。混战，一直混战，管他。去啊，是那去说。OK， 应该是可以进入第二关系了。出比较强的招式这个，可是这个用白虎的 SP。我的 SP， 我的 SP 够出一个奥义了吗？再来一个。出这一招比较浪费 SP， 可是比较强一点点。出我这个，这个年纪比较高。阿森纳再来，
得分战就对了。等我存出 SD， 我就出一个奥义打你。好，亚瑟娜再刷着他，我们也刷到一次。那个 boss 被轮砍到这样，好像没什么机会出二招，把握着这个节奏就对了。哦哦，回去了，哎 ，miss 大王太好了。看我的 ，NPC 很给力，后面拼命砍。OK， switch。每次我去的时候，阿斯娜刚好在出招，他出招之后就不能去了。OK， 去，好，再来。我先暴毙个灵敏技巧，等一下。OK， 来了。哦哦，我出大招了。第三关节了，哦哦哦哦，哇，完事八完。OK， 禁止打击，毫无意境。啊，那个视频破坏。出奥义技有一点麻烦这边，因为他的 boss 节奏太快了，我们出奥义技的话要抓那个蓄力的时间比较长。尽量吧。出招，我们再连多一招。OK， switch， 然后可以出一个奥义技收他了。奥义技，啊我奥义技中有数的，啊被破招。普通砍的，行吧，出多一个奥义技试试看。哦哦，被中断。哇，大家沉着心，续杀。哦哦，他飘太远了，可是阿斯奈砍到他，特别好。好的，我站近一点，阿斯娜蓄水给我。OK， 应该是能成功。砍他屁股，他刚好翻过去被我砍屁股。虽然奥义技触不准，可是普通砍也是砍死他。打败 boss， 对，这次的 MVP 是阿斯娜，然后我拿了什么阻碍者，打倒了，好，这下终于，等等，情况有些不对劲，这是谁啊？这个，
生什么了？那究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只，斯特雷亚相同资源用程序，是毁尸的一样，也是为守护的世界多重伤害世界的实体化。想要停止防卫技能的话，看来只能战另外一个 AI 嘛。那个是，虽然你们刚刚在这个世界中实体化，但不好意思，拜托你们再次沉睡。要打定多只吗？好的，加油吧，各位队员！哇，一只有三管血啊！スイッチ行くぞ！了解。完。スイッチ。哦，幸好这个不是很难打。一招大概可以消他38%的血，普通的召唤案就 RVG 试看。哦，打他蛮痛的攻他。OK， 加一个普通砍就可以灭掉他了。OK， 搞定。然后我发现一个 NPC 要倒了，我先补血先。NPC， 我的天，你不会倒？没有不到，算了吧。那个 NPC 要GG了，有一个。哎，他也补血，幸好。我出 RVG， 反正他不看我。OK， 黄色系，然后出一个普通技。趁他在圣光的时候，我们快点出一个 RVG 灭了他这一只。OK， 拿到第二只。如果直接出 RVG 你会怎样？没有反应，果然是没反应，浪费掉，恢复一下 SP。好的，去打找第三只六号、七号，什么六号、七号那么多只吗？到你了。乱抢啊！现在已经是。现在我们砍的是七号那只。砍的对啊，乱抢就乱抢。OK， 这直接搞定了，可以开一个 RVG 收他。哎，这被中断的，可恶啊，中断了。OK。中断也是打倒，哦，这么四只全部在这边的。OK， RVG。喂，中断了，根本不能出 RV 啊！我再补多一个 SP。不用看。全部瞄准我跟阿斯纳吧，现在这几只四只。
运镜，我一定要出奥运镜。现在可以出了吧？算了，又在中断，防不住了。哎，按错，应该是补这个，这应该是加 HP 的。我们打五号。七杀五号。哇，乱场啊，各种乱场。OK， 把这直接灭掉了，五号。现在打是六号这只。啊，灭掉他，对。试一下。换过来给我。可以给我打掉一只。前面的九号是九号。OK， 试试。触到先关他。九号这一只。OK， 等到我了，九号就可以回家了。定，剩最后一只。四号，出一个奥运镜，我就不小心出不到这一次。啊，终于出到了。OK， 完美的收尾，搞定。有奖品拿吗？这应该是没有了吧？这个又不是破塞的。哦，累了。阿斯纳没有事的，全部打倒了。希望如此。那些技能似乎全部停止了。OK。还有。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怎么会？那是。